在此前休斯顿火箭的射手埃里克戈登曾公开谈到球队的新援卡梅隆安东尼，而戈登对他只有一个意见，就是多投三分，坚决投三分，自信投三分。其中的戈登的一句话也点出了甜瓜在火箭生存的关键所在。卡梅隆现在保持着很好的身形，他只需做一些小的调整，例如像保罗那样出手更多的三分，这样他就会没问题的。从戈登这一句话也可以看出，他真不愧是火箭的老好人，因为这一句话去年哈登就曾公开对保罗说过，如果在火箭你投三分犹豫，你可能真的会完蛋，在火箭不敢投三分，或者投三分犹豫，会完蛋，还真不是危言耸听。火箭就是一支真正的三分大队，他们上赛季就是以无限坏防加三分加保罗中投加哈登突破四大杀招，在联盟中打出65胜的战绩，其中三分球是火箭的常规杀招，要占全队总出手的一半以上，所以在火箭前瓜必须要坚决投三分，这也是他一个夏天在练习的杀招。当然前瓜在火箭的出手次数可能相比雷霆实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在出手的空间上来看，质量肯定要比雷霆的高，因为火箭有两位无私的传球手。至于外界对于安东尼加盟火箭的贬低之声，今天莫雷也是正式给出了回应，他认为不论何时，当你的球队加入了这么一位名人堂球员兼顶级美国篮球队员，那都是件好事，绝对不是一件坏事。而且莫雷随后还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火箭的主教练德安东尼在甜瓜加盟之后竟然是笑容满面，自信满满。莫雷说道，在卡梅隆加盟之后，麦克德安东尼非常有自信的，我喜欢他这一点，因为一般教练们都会看帅自己的球队战术策略，但德安东尼却公开告诉所有人，我们的阵容比去年更好了，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激动，一位自信的教练加上一群自信的球员，我们会打出表现的。从火箭管理层到教练的话语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安东尼加盟是满意的，而甜瓜也没有让火箭失望。在今日晒出的训练照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安东尼瘦了一圈，他的移动更灵敏了，而且火箭会安排安东尼打四号位，这会让火箭在低位时非常具有破坏力。